青龙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！今天我们来开箱一个在夏季训练非常棒的好东西，我们来看一下。这是一个充气垫，这里写着 inflate 就是充气，这里写着 deflate 就是放气。好，那我们来充气。充好以后，大家看，这每一个格子都是一个气垫，把它贴在我们的战术背心上，就形成了一种通风散热的一个功能，非常有趣的一个设计。现在我们来安装一下，它可以说是通用的，可以装在任何一款背心上，但是我们当然是要装在 AA Shield 的 CPC 快拆防弹背心上。把这几个小粘子粘在背心上，配有五个，我们先把这些粘在充气垫上，然后再往背心上粘。它的背后其实就是魔术贴，可以撕下来的。好，然后我们把它的胶撕下来。好的，这一侧就粘好了。好的，朋友们，那么我们这款 CPC 防弹背心上就拥有了充气的这样的散热垫，同样来自于 AA Shield。 给大家看看我自己带的这款也是一样的。夏季训练和授课对我来说真的帮助很大，也希望它能够帮助到在其他炎热地区训练的朋友们多一些清凉，预防中暑。但是无论有没有这样的东西，大家在户外训练都一定要记着多补水。那么如果不出什么意外的话，这款产品大家很快就可以在青龙防御官网上寻找到。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